欢迎收看今日看天下，天下尽在你手中。大家好，我是海翔，非常开心的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再次见面了。从昨天开始是7月1号，所以2024年已经进入了下半年了，这个时间是不是过得非常的快？提醒大家一下呢，从昨天开始有很多的这个法条出台了，大家要特别留意。比方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就金门大桥要涨价，涨 50 cents， 不管你是有没有 fast track 啊，或者是你是 carpool 还是不是 carpool， 通通都要涨价。所以你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经过的金门大桥千万不要太 surprise。 所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7月1号开始有很多法条出台，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哦。那说到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哇，告诉大家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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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精彩，因为我们在我们今天这个名人讲当中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呢，也算是一个湾区名人吧。哦，那他呢，其实早期的时候，大家给他一个封号呢，就是呢这个湾区最帅的这个男主播。那其实呢，他的故事好像要停留到这个2018年之前，大家可能对他比较熟悉。可是2018年，现在都已经2024年，这6年来他到底做哪些事情呢？待会我们就会好好跟他聊聊，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收看。另外呢，我们今天哈梅娃跟大家讲的就是呢，这一个孺子可教也啊，孺子不可教也啊，这跟这个刘邦的谋士哦，智囊团张良是有关系的哦。这个张良呢，在桥上帮一位老头子穿鞋子，穿出了变成一代谋士。这故事呢，跟孺子可教也又有什么关联呢？待会看了就知道。好了，今天这个起床之后，是不是觉得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的炎热？其实我昨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8号这段期间，咱们湾区就会像一个大火炉一样，一个有热浪来袭。平均的这个城市的温度，湾区平均整个城市温度会达到100度以上哦。像是这 Antioch 跟这个 Hillsborough， 今天星期二呢就已经会达到，有可能会达到108度，在 Limo 呢可能也会有107度左右。所以呢，这个消防单位现在真的是严阵以待，相当的紧张，也提醒大家呢，千万在这个国庆假期7月4号的时候要放烟火，不要在这个非法的地方来燃放烟火，因为很容易引起这个草木的火灾，或者是房子的这个火灾，要特别注意的。另外呢 ，PG&E 呢也做了这个安全停电措施，因为他们说达到这个温度达到3位数以上了，他们就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措施。而这个措施呢，目前已经从今天开始实施了，影响的范围包括像是 Napa 跟 Sonoma 这些地区。目前好像是有150户的这样的一个民众受到了这样停电的这个影响啊，这不就此地无银三百两，就告诉大家说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发生火灾呢？那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哦，所以呢 PG&E 现在是这样做一个这样的做法。同时呢 PG&E 呢在这个1970年开始做有这样的一个调查，现在是第19次有跟这个安全停电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个讯息也带给大家。好，再来讲讲这个 NBA， 大家这个偶像就是这个勇士队的这个汤普森。汤普森在打完11个赛季之后呢，决定离开了这个勇士队。他呢到了这个达拉斯小牛队，那原本呢是这个小牛队跟这个湖人队，洛杉矶湖人队两个人在抢，两个队伍在抢他，那一个开8000万，一个开5000万，就是洛杉矶湖人队开8000万，詹皇呢詹姆斯甚至愿意降自己的薪水要来迎接他，可是最后呢汤普森选择了小牛队的5000万，为什么呢？包括这个打球的环境啊，包括周岁等等问题，最后他选了他的新东家是这个达拉斯小牛队。而这个我们的这个勇士队呢也给他最高最深层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哦、那也希望他这个球技上面新的球技当中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拿到第5次这样的一个冠军。再说说一个比较让人难过的事情，就是在印尼发生的，这个是亚洲的这个青年羽毛球锦标赛，在6月30号的时候，亚洲时间6月30号的时候，这个中国选手张志杰呢17岁而已哦，他在跟日本选手打球的时候呢，打羽毛球比赛的时候忽然间呢就倒地了，然后呢被查出来原因是可能就心脏病突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重点是他只有17岁，很年轻很年轻，非常优秀的一位天才的羽毛球选手。那他的这样离世让他的这个整个球队跟整个协会都非常的难过，当然他最难过是他的爸爸妈妈是非常的难过。而且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呢可能现场的医疗人员没有临时的抢救他，
造成这个医疗这个疏失，所以现在还在调查当中。所以呢，真的是让人非常惋惜，因为他只有17岁了。好了，更多的一些精彩节目，待会带给大家。今日股价。今个星期就是 July 4啦，我今天就来到了 Freeman 的一间超市，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 sausage 可以拿来整点整 barbecue 先。一打开就看到有一排的 chicken sausage， 咁我就看一看先，好像最便宜的就是这一只啦。这一只呢就是7.29元一盒，就是这个牌子来的。咁咧佢嘅单价咧就系60.75元，即系1.75元一盎司啦。咁呢一个就大概咧就系7.29元啦。咁呢一个，咁咧再行过少少咧，睇下仲有冇啲其他价钱先。嗱，仲有呢个价钱，呢一个咧就仲贵啲添。呢一个咧亦都系 organic 嘅，但系就另外一个牌子啦。咁佢嘅价钱咧就系79.08元。真係咁呢個比啱係平比啱先個都貴咁少啊！咁佢嘅價錢咧就係9.49元嘅，如果呢一盒嘅話，咁咧如果你有 Prime 咧就平好多啦。如果你有 Prime 嘅話咧，咁就呢一盒就只有6.64元啫。想睇下啲香腸幾錢？今日嚟到南山飯市嘅一間超級市場，呢款雞肉腸佢有加咗豬喺入邊嘅，咁一包有24條。咁如果係 man 飽嘅話咧，咁就係5.9元一包，計翻咧就係12.5仙一盎司嘅。而我揾到一隻最貴嘅咧，就係呢一款，都係雞肉腸嚟嘅，不過呢個就冇加豬，佢反而係加咗 mozzarella cheese 喺入邊嘅。呢一款嘅話咧，佢就7.49元一包，計翻嘅話咧係62.5仙一盎司嘅。好啦，我哋而家喺南灣嘅一間超市睇下呢啲腸仔係和 hot dog 嘅。咁首先就有呢一種啦，呢種係雞肉腸，咁佢嘅價錢咧係1.99元，有幾多個？有2、4、6、8，有8條嘅，8條嘅呢個雞肉腸。咁又仲有一啲其他嘅，咁例如呢個咧係意大利 style 啦，咁啊呢個係5.99元，仲有呢個加力嘅，都係5.99元。今次嚟到日落区嘅一间超级市场，睇下啲肠仔咩价钱先。今次最贵嘅有7.89元一 pack 嘅肠仔，12盎司。今次最平嘅有7.29元一 pack 嘅肠仔，48盎司。咁样计嘅话，每盎司系15仙左右。今日看天下，天下尽在你手中。欢迎回到我们节目。接下来这个健康单元新国际多滴当中呢，跟大家介绍这个风湿跟关节炎哦，这两种病其实它的成因跟它的解决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在今天跟在下个星期二呢，我们会来帮大家来介绍跟来告诉大家如何来解决这两种疾病。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明天星期三6点了，晚上6点的时候是我们不老80呢第12季的这个播出，到时候有这个白医师呢22分钟的完整的这个详细的这个专访，来聊聊一些健康话题，所以请大家一定一定要锁定收看。好，现在大家知道什么叫骨性关节炎了啊。好，究竟如果真的有了骨性關節炎，我們怎樣可以治療啊，讓它沒有那麼再惡化下去，或者醫回好它等等。首先我想知道白醫生，究竟有什麼藥物可以治療這個骨性關節炎呢？最常見的藥物當然是止痛啦，止痛更加因為它炎症嘛，最重要是要消炎啦。好像譬如說我們經常都會見過 Ibuprofen， 或者譬如我們應該中文有個貝多芬啊那些這樣啦，貝多牌那些藥。那個藥呢就基本上是主要是消炎，消炎的話變成個腫就沒有那麼腫了，沒有腫的話即是你興啊或者紅啊，它吃了它自然就沒有那麼厲害。
但係佢亦要小心，一定會有副作用嘅。但係呢啲會唔會治標唔治本咧？其實當然啦，如果你被最緊要都要了解個勞損嘅原因去改善啦。咁但係你可能會有一排啊，或者你要急性要搞掂佢嗰個炎症先噶嘛。咁啊，你就食嗰可以食嗰個消炎藥嚟到去止痛。另外就純粹止痛都得，譬如話acetaminophen，即係譬如我哋成日講嘅 Tylenol 啦嗰啲咁樣，咁嗰啲係純粹止痛嘅啫，係咪？消炎止痛，但係記住咧，兩個都有佢嘅副作用，譬如嗰個 ibuprofen， 你話會又容易會導致個胃潰瘍，食得多或者會對個腎唔好，或者對個嗰啲血管唔好都會嘅。OK， 譬如話食太多Tylenol， 即係 acetaminophen 的話咧，嗰個亦會影響個肝。咁所以一定要諮詢你自己嘅醫生，冇錯，睇下食究竟要多少同埋個量啊，好緊要。而且因人而異，有些人可以受得，有些人不可以受得。好，如果對有個骨性關節炎的患者嚟講，有啲咩食嘅飲食方面有咩建議俾佢哋？飲食嚟講，多數盡量咧就唔好食啲容易會導致會身體會發炎嘅食物，例如乜嘢咧？我哋成日都講，譬如話我哋即係嗰啲精製品。精製品啊，或者糖分高嘅嘢。精製品即係你講係有即係有牛肉乾啊，或者薯片啊嗰啲，基本上係即係提煉得好犀利嘅，即係出嚟基本上你唔會話係唔係新鮮嘅啦，係嘛？嗰啲叫精製品啦。譬如話炸嘢、煎炸嘅嘢嚇，糖分高嘅嘢，係呢三類嘅嘢或者脂肪高嘅嘢，呢幾樣嘢咧都會導致個身體更加容易會去即係處於一個發炎嘅狀態。冇錯，就算你本身冇，譬如冇關節炎都好啦，你食成日食嗰啲嘢對身體都唔好。點解咧？基本上你整個身體都有發炎狀態，其實會影響個血管。我哋以前有講過，譬如話血管塞啊、膽固醇高啊嗰啲咧，都係因為身體係處於一個發炎嘅狀態咧，係導致唔好嘅。咁所以飲食要注意啦。咁調轉食咩咧？生果啊、蔬菜啊，即係盡量係。有機性的食物啊，嗰啲咁樣咯。我照你咁講，即如果人係有啲即發炎嘅狀態，梗係唔好啦。如果即當然我講啫，即食啲勁啲嘅消炎藥，日日咁，我人嘅狀態咪應該幾好啦。但係我咪驚住咪就係有副作用咯，係嘛？即對個係啦。好，咁跟住另外我想講啦，嗱當然啦。在運動方面，或做啲乜嘢，係咪一啲物理治療等等會幫助到咧？一定會。咁啊，第一你要運動嚟講，一定要識得即係運動嗰個點去運動唔會更加繼續勞損，要諮詢譬如話鍛鍊一個教練，係點樣去正確咁去鍛鍊，係咪？譬如話你舉重嗰陣時候要舉重得啱，唔好自己亂咁哇夾硬嚟咁樣，其實可以舉五磅，你舉到五十磅都算，係嘛？咁啊嗰啲一定要做啦。咁另外調翻轉頭做翻柔軟啲嘅運動，唔好咁劇烈嘅。譬如有時跑步咧，對個膝頭哥其實咧佢嗰個撞擊好大，係嘛？咁你調翻轉頭。做游水，游水其實好好對個關節炎，因為你基本上佢嗰個負荷少好多，你喺水裏頭啊嘛，浮住你，但係亦都有個喐動喎，所以好多時咧，你其實你都要個血氣一定要繼續運行，但係你又唔想喺個關節中間裏頭有個負荷，咁所以游水其實係十分好嘅，譬如散步慢慢行嚇，或者打太極做瑜伽嗰啲，全部咧都對嗰個關節咧有益而無損嘅，咁我要可以做多啲嗰啲運動。就加埋嗰個物理治療啦，物理治療嗰度物理治療師亦都會教你做某些運動咧，嚟自己要鍛鍊，正確咁嘅鍛鍊更加需要。冇錯啦，第四樣嘢咧就係日常生活之中啦，啲關節炎患者咧應該咧點樣可以即係保護自己嘅關節啊？講翻保護自己關節炎啦，係啦，當然講翻個頭先講物理治療師嗰、那個點解物理治療師咁緊要咧？就因為佢會。即係真係對症下藥，因人而異，睇下你自己，因你個身形同埋你個病處咧，係教你點樣去將你個周圍個肌肉嚟到去鍛鍊，等你去穩固啲。咁穩固啲的話咧，你個自然嗰個關節咧，亦都唔會咁容易會扭親啊，或者會受害嘅。咁所以嗰個點解咁做物理治療師嗰個係佢好處嗰度咁緊要就喺嗰度。另外生活方式嚟講，你當然要注意一下自己，譬如話日常生活你做嘢嗰方面。譬如話你係稍微做多啲勞工上成日要擔嘢嘅，咁你可以同你個上司講下，有冇可以用啲機器啊，或者乜嘢嚟幫下手啊，減輕個負荷啊咁樣啦。如果你做文書嘅，咁你要睇下自己坐嘅姿勢好唔好，用就用滑鼠啊，同埋嗰個 keyboard 嗰度打得正唔正確啊，企得好唔好啊，坐得好唔好啊，嗰啲全部都要應該咁做。同埋另外咧就係你如果你成日做嗰個某工作咧係。不停咁做同一樣嗰個姿勢，要同一個動作的話咧，耐唔耐做個休息，譬如20分鐘又好，半個鐘又好，一個鐘一定要停止，出去散下步，停一停，
等佢舒緩下，做下少少油稍微即係搓下個地方啊，咁等佢血氣運行翻啦，咁先再繼續做。嗯，好，全部都係個好啲嘅習慣。大家好，我係 Yanny 啊。諗通過睇完今集咧，都知道咧飲食咧同埋呢個運動咧，其實對呢個骨關節炎咧係有幫助嘅。咁話時話啦，不老八十咧已經係嚟到第十二季啦。咁首播時間咧就係聽日嘅晚黑六點。嗱，如果大家咧想睇翻我哋過往嘅節目咧，都可以去到我哋天下衛視喺 YouTube 嘅官方頻道咧就可以揾到噶啦。誒，咁話時話，啱啱採訪緊嘅唔係應該係即係係 Jaren 點解突然間變咗 Yanny 嘅咧？就係、咧，因為我今日坐咗Jaren 的位置，我們今天的名人講就輪到我一個、媒體的這個新秀去採訪我們這個資深的媒體人Jaren。Jaren 你好。嗨，師姐你好。哦，不是，我是真的是你是師姐啊，小草真的是。你是師姐是？沒有，就是我記得海翔你是在就是在那個仇恨邊緣在第二季，也就是2023年的一月份的时候来到我们天下卫视的，所以就是你来这里也有一年半了，一年多，对啊，时间过得非常快。就是因为就我还没有入行的时候，我已经久闻你的大名了，所以、就是、我有那么老吗？没有，但是就是说就是知道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我真的是对今天的采访是有备而来的。好，有备而来，放马过来。就在我在就是在 prep 你的那个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就是很有特别的一个点，就是说你给我的资料都是从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知道你拿了就是那个新人奖，然后又上了很多的那种采访，但是好像在2018年到就是这个疫情期间，也就是来我们天下卫视的时候，就有一点就沉浸了。就我很想知道你那段时间你在忙些什么呢？那段时间其实就是过气了嘛，就这么过气，就这么简单。你真的是这样定义你自己是？没有，其实你知道吗？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阶段的一个规划。其实，在2018年以前，我完成了很多事情。我那一个阶段的事情，我完成很多事情，比方说我拿到奖，或者是比方说我出了两本书，然后我也把新书做了一些宣传。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篇章的结束，是不止拿到奖，是拿到两次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拿了两次，对，拿了两次的那个节青，对，是大杰出青年啊，这个是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这个也是算是我一个那个阶段的一个成就了、所以我觉得刚好到那个时间点呢，刚好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新的一个旧的篇章的结束。那刚好一些因缘际会的时候呢，就离开了那个时候的媒体单位，所以刚好做一个休息跟调整。所以我就得说自己过气了。我想就是回想起来，就是说2018年到2020年那一个阶段，也是就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就是不单单说媒体，就是因为像我们的很多自媒体的一种创立，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媒体的一个改变一样，就是像这种拥抱改变，就是你作为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你知道吗？如果呢，这个通常我们有一句行话，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会死在沙滩上。所以这个前浪呢，如果说呢不好好充实或改变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真的在沙滩上了。所以我觉得从2018年开始到那个阶段，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一直不断思考说，怎么让自己去做一个变化、跟成长、跟一个蜕变。因为可能会也是说实在也碰到一个瓶颈，在那个时候，所以你不断的在这个新旧媒体当中去找了一个平衡点。因为新媒体一直不断的排山倒海而来，那些网红甚至讲的都比你更犀利。其实你以前讲的东西你觉得很犀利，可是网红讲的比你更犀利，而且他们还可以一口气说很长时间，就那种直播太长了，所以整个生态被打破了。整个生态被打破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像我们这种老将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适应那个新的这样的生活。那我觉得说我还想在这个行业再继续待下去，所以我就必须想找一些改变。那这个改变就是说可能把我的经验带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上面去，然后用我平常以前传统比方说像广播的经验等等，把这样的一个经验带入到一个新的媒体或新的平台，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可以感觉
在这个旧媒体跟新媒体当中，它还是有个亮点出现。嗯，因为我看到你的经历，就是让我想起那一部电影叫做《The Intern》，就是 The Intern， 对对对，就是他就本来已经很资深的一个老板，所以我是劳勃·迪诺了，然后重新回到了一个新的一个企业，然后去重新学习。那在就是这个挑战里面，你有没有就是觉得就是自己的可能整个状态都会需要去改变，或者是有一些难度？你还在就是去克服的。其实呢，就是我自己也给自己就是一个标准，就是说，哎，我重新的打掉重练，我去听听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像我以前可能在某些职位上面，我可能是一个决策者，所以当我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我可能要去看一些东西。那当时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就是我不是别人不是那么了解我。我现在换一个心态，我想换一个角色。看看人家怎么做领导，或者就看看我怎么跟平常的同事怎么相处，听听新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些在做节目的一些想法。所以其实我比较处于就是说，哎，大家只要提得出来，我就去试试看，去做，你去改变，我就去改变。对，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有一个我本人想要做到，就想要去学习跟吸收新的想法。尤其是媒体人，你要特别可以能够接受别人给你一些意见跟想法跟操作，因为表演方式没有对跟错。只有说是不是最好的时候，比方说像网红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没有对跟以前的人会比如说你这个人在胡说八道，可是他现在这个胡说八道却变成现在最流行的这样一个呈现方式，所以他一个没有一个对跟错，所以表演方式就是说看观众能不能接受，能不能接受。那我刚好觉得说我们这个节目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就是非常好发挥，把这个新媒体的元素跟旧老人的经验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呈现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去，所以我们也在做调整，我们也在做创新。嗯，就是这种拥抱就是新的挑战，其实是作为媒体人一个就是就你必须要有的一个素质。然后因为我记得就是我看过你的采访嘛，就你说过就是你为什么要从台湾来到美国，就是因为就台湾当时就是很辛苦，然后就是压力很大。是，对，所以你又寻求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去拥抱，就来美国去拥抱一个新的世界。其实你知道吗？因为当时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做幕后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幕后的这个节目制作助理等等啊，那其实压力那时候非常大，每天工作到了凌晨四五点。那早上是几点开始？早上八点就开始。哇，那你睡的时间就真的就。所以基本上还好，那时候年轻，可以这样子应付的过去。那当时那个环境，台湾的这个演艺生态圈，我这样讲会不会台湾人会有意见？其实很复杂，那也很就简单讲不单纯。所以我那时候的小鲜肉的我，觉得没有办法 handle 很多的事情。比方说，我的老板会跟我讲说：“你工作好好做好，我把你师傅换掉，把这个位置给你，留给你。啊”他甚至都那时候小鲜肉，我听起来会觉得说：“老板怎么会这样子？我不能对不起我师傅。”比方说这样，或者是说，在这个传播行业，我也当过这个经纪人，经纪人等等也发过通告，做过宣传等等。那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总是会有一些骚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骚扰就。骚扰就是说，你好像对骚扰比较有兴趣，就比较八卦，就是他骚扰是一种就是身体上的，还是说就是那种电话上的？其实都有，我们都会比方说，因为都是在做经纪人或者做宣传或发通告，这个对口的这样一个角色，总会说：“哎呀，亲爱的，你最近好不好啊？哎呀，很想你耶。”就是趁机揩一下油这样子。对比方说在言语上面的这样，因为其实就是要拉近这样的关系。那不管怎么说，整个大环境来说，我觉得压力太大，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说，我不要再做这个传媒的工作了，我要来到美国好好重新开始。可是你知道老天就是冥冥当中已经安排好，你就是注定要吃这行饭的人。对啊，就你来了美国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我怎么找工作就找到这个传媒的工作。你还是在传媒。对，所以一做呢就真的快要三十年了。暴露年龄了已经。对 对我是童星出身的，你不知道吗？因为就海翔刚来就是刚来办公室的时候，我第一次见他，真的老实说我以为他就是跟我是同龄人，就他可能是大个五六岁这个样子。但是就有一天我就好奇的问，看到了资料。对，没有我没有看你资料。我就问，哎，海翔，就是你这么资深，就你年纪是多少？然后他特别害羞的跟我说，不要说。然后我就猜到了一点。对对对，其实有一点点，因为我大概从十九岁开始就做广播，十九二十岁开始做广播，二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做电视，所以然后一路到现在这样子。对，所以有点资深。那你从就是台湾就过渡到美国，就是
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文化上的一些就是不适应，又或者是说就是你在这里读书的一个过程，其实拥抱一种变化，其实也是有相当多的挑战。其实我的这个求学过程还算很 OK， 只是说来到这个工作环境当中，会跟你会觉得说这边的传媒的工作跟在我在台湾的传媒工作很不一样。这边的传媒工作其实我觉得比较的弹性空间比较大，也比较自由一点，人性化一点，也比较人性化一点。虽然跟其他的行业比起来可能也是算辛苦，但是真的跟所谓的亚洲的真的传媒的来比的话，真的是好很多。对，当然我们的环境跟制作条件也都不一样，但是就是整个来说我觉得舒服很多，我现在体会上是这样。不过我记得你当时来美国的时候，你好像就是有一种就是我不要再做传媒了，所以你那时候读的是 MBA 来的。是，我一直都是从商，我一直是念 marketing 的，然后可是我的工作一直都是传媒的工作这样子。OK， 但是这跟就你父母对你的期望会有违背吗？其实你知道吗，其实我的父亲希望就是我从商当个商人。那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念商科的科目，但是我自己呢又是皮皮的，所以我自己又去选了这个第二个主修，我就念了这大众传媒的，但是我的工作也是大众传媒，所以意思就是说，老爸，我对你有交代了，我还是听你的话念商科，但是我选一个 minor， 就是对我选一个 minor， 然后我自己去做了这个传媒的这个工作，因为我对数字真的就很没有办法，就是天生我就是没有那个数字观念，没有那个经商的这个头脑这样子，所以我后来觉得说，哎，做传媒还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对，就是就算在台湾经历了那种黑暗跟压力，然后来到湾区，我继续干这样。所以现在如果叫我回台湾做什么制作人或者什么，其实我不太愿意啊，因为我不太回。不想再回去那一个压力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对， OK OK， 那就是在就来美国的这一段时间，那我也听说你有一个非常就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的那种经历，因为文化上的那种冲突。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给我们？其实早期来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状况，我一直以为啊，刚开始我一直以为我们的美国的高速公路最左边那一条线是 unlimited，这又不是德国，你想太多了。我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这样。那有一次我们就是一群 international student， 那还念语言学校的时候，我们去 Vegas 玩，然后去 Vegas 玩的时候，这个路上我就觉得说，同学们开车开得太慢，我们多久才可以到 Vegas 去？结果呢，就是呢，我就说那换我来开，我就开最左边那一道，就 unlimited 一路这样开，因为那个是一个 van， 所以开起来很稳。后来我同学跟我讲说，后面好像有警察在追我们啊。对，后来我们就 pull over， 就把车停在旁边，就那警察追了我们大概5迈，他非常非常生气，连那个直升机都已经在上面。但是你比警车就是他能追你5迈，就是对他已经很火大，因为我一直都没停车，因为我们音乐开得很大声，所以完全没有听到后面。就那警察非常非常生气。一下车就用枪指着我，然后呢就把我推到那个警车，就趴在那个警车上面。但是你把全车人应该都要被全车人全部醒了，没有，只有我一个人下车。哦。然后就这样子，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发什么事。然后英文又更不好，那时候更不好。是白天还是晚上？白天的时候。白天。哦、所以呢，我也是第一次坐警车，然后就被靠上那个警车里面，就被带到派出所。然后那个警员就讲说，你是要留在这边 overnight 到 Thanksgiving 玩，那时候到 Thanksgiving，等法官来的时候给你一个判决，还是你要签切结书，你会再回来。后来圣诞节的时候，我没有再回去开庭。然后那时候的就我，因为我还没有加州的这个驾照，你还没有驾照，所以我真的是非常 international，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文化差别，所以那时候警。你看现在想想看多可怕，现在如果想的话，那警察可能早就对我开枪了。对啊，就你又没有驾照，你又超速，然后还我拿的是国际驾照。哦，对，所以呢那个法官就说 OK， 你要考上加州驾照才可以再开车。Okay. 所以这是一个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就主要是。然后隔天，你知道吗？隔天上课的时候，全校都在讨论说，你知道，听说有一个人哦，听说有我们老师讲的，听说有一个人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啊，然后什么被拘留所不能说监狱，然后呢，好像这个因为超速怎么样子，全校都在谈，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不是我的呀。OK，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留学生，就是进去的就 101， 就是说如果你就是醉驾或者是超速的话，你很可能就直接遣返了。是。对，所以那还算是幸运，就是注定要留在这边跟你们相处，所以才会留，才会这样解决的。主要是就听你的故事，就跟我认识你很不一样，因为当初海翔第一天来办公室的时候，就
不单单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他给我们带了好多早点，好多好吃的东西，然后人又很 nice， 然后就是你的这个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跟那种哇超速啊，然后很嗨的这个。我是双子座的，太远了，所以我有不同的 personality，不同的性格在这边这样。嗯，像主持人一面，我就非常的 talkative， 非常要必须要非常会说话。可是我私底下呢，其实还是算蛮安静的，尤其跟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会特别安静不说话，然后我都会观察人。因为我记得你就是当时你做你的第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你有说过你就是你是演出来的，一年都是演出来，所以你是考演技吗？你是很多事情都是哎。人生如戏，重在演技吗？人真的是人生如戏，所以呢，很多很多时候，因为那时候做第一个节目的时候压力很大，话题也不同，那你不可能同时间都了解这么多的话题，比方说像财经的议题、科学的议题，所以呢，其实那时候真的就是把它演出来，就是、说啊，演得很专业的感觉。可是演一次、演两次，你自然而然你对这个话题也会熟悉，所以到第四年的时候，其实就真的非常驾轻就熟，所以它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其实也跟你们分享，你们就是有时候也不用太过紧张、太过害怕。嗯，其实先把它先演好再说。演好再说。演好再说。嗯，那你说到你平时生活中就可能就没有朋友 around 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是一个就安静的人。那你安静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东西？我非常宅，你知道我非常宅男，我都是坐在家里面，我也不看电视，然后我就在那边发呆。你可以想象就这样吗？我真的就是在那边发呆。然后顶就你真的就坐着，然后就我就坐着，不知道在干什么、哦，然后就是在喝东西，然后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就是我放空的一个，就刷手机也没有，刷手机也没有，就纯粹是放空，纯粹放空，这是我最常做的事情。然后再来就会去健身房。我能理解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主持人，就是你在台上的时候，你已经把你最好的一个 power 就拿出来了。对，当你就是真的是没有人的时候，你就可能而且有时候讯息量太多的时候，你需要让脑筋稍微清一下，所以我就会放空。哦，这样子，那啊，最后一个就是我最后的时间那么快，我还想继续讲。不是，就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也说了，我是有备而来的。好好，我在就是新闻中，就是你在2018年有一个就是采访中、嗯，你说过你在2018年你就是梦想就是可以把你的婚姻大事给处理掉。2018年的时候。对，所以我现在现在都24年了，那你现在状况是怎么样呢？其实你说对婚姻会不会渴望，其实对婚姻也是会渴望，可是我觉得一切顺其自然。为什么现在的结婚率高，可是离婚率更高，对不对？那我觉得说结了婚再离婚，你何必如此呢？嗯，然后在我看来发现说很多的这个现在新一代的这个结婚的人跟以前结婚的人，他们感情方面的相处其实不一样了，就跟你想象的，而且我真的很讨厌女方说我要你要彩礼，要一栋房子啊，要多少，我真的很不喜欢听到这个东西。OK， 那其实那我也没有办法做到，然后就干脆就不要，对不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说人生当中其实要有一个伴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没有组成这个家庭啊，要有个伴，其实陪在旁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还希望有个伴陪来。就我是记得你也没有养宠物，然后你平时又这样发呆，然后就很老人的生活，有没有？对，就是跟你说的这种陪伴。我们长者纪录片第四集可以拍我。我跟我们的那个导播说一下，所以就是你有想过，就是说就有一个宠物，或者是说把家里人接来这边，可以让你就是有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就有生活的气息。其实当然希望可以家人过来陪伴啊，可是我们家人口比较单薄，所以我大部分我的家人是我觉得是让他们现在在台湾会比较好一点，毕竟他们几个人可以自己互相照顾。嗯，在这边的话医疗成本都会比较贵一点，然后其实我平常工作也蛮忙的，也不一定有时间真的陪他们。那在台湾的交通方也非常的方便，所以想去哪就可以去哪。在这边的话可能爸爸妈妈真的就要被关在家里面，没有地方去。嗯，那宠物的话其实我有养过，我之前认领养了一只小狗。小狗，对，它大概17、18岁的时候离开了。那其实对我来，你说那个狗在已经去狗星球了这样子。哦，对，它活了大概18岁左右，所以非常老的一只狗。那它的名字叫海狗。海狗，这也是 你叫海翔，对，这也是就是 Facebook 的网友取名，帮他取名叫海狗这样子，他非常可爱。那他是领养的，可是呢，其实后来因为真的是时间太忙，有时候我又必须回台湾一个月的时候，就把他放在这个狗旅馆。
就他觉得他自己又被遗弃，所以不吃不喝。到最后一次的时候，伤心过度。在最后一次，他真的伤心，然后呢，真的出了状况，因为他年纪太大，他不吃不喝，所以狗旅馆的人就打电话跟我说：“你再赶快来接你的狗去医院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照顾了。”所以那一次我大概花了3000多块钱把他从急诊室救回来。嗯哼，但是还是 后来大概半年之后。他还是离开，但是我就因为我对安乐死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那是他自己要去承受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去帮他决定说要不要给他安乐死，所以我后来选择就是说我尽力救他，那他如果有痛苦的话，他要去承受这个，那是我是为了他下辈子好。你不是很理性，我觉得你还是我是为了他下辈子好，是这样，我那时候是真的这样想，但是其实我们煎熬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他煎熬，我也煎熬，对，就是我们互相还债就对了，这样。那所以现在我觉得。还不到时候再去养另外一只宠物，因为那个 commitment 实在太大。对，就是相互之间其实是家人。对对，真的是这样。不过没有关系，你来到我们天下卫视，你也知道我们就跟家人一样，真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节目嘛，就是我的那个精彩两套，就从去年开始，然后一开始其实我也在一个适应的那个过程，有很多东西都啊觉得自己还没有熟练，但是海翔真的就是给了我很多很中肯的意见，然后就是由他这个资深的经验，然后慢慢来教我这个小白，所以我也把你看成是大哥。谢谢师姐，谢谢师姐。没事没事没事。好了，那下面呢就轮到我们的这个精彩两通的节目了。对，就是我的这一个。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教大家做这个鹿茸菇啊蒸豆腐。鹿茸菇，然后瑶柱蒸豆腐啊，鹿茸菇瑶柱蒸豆腐，对，你少了瑶柱两个字，对对对，哎，我自己都那然后呢，这一道菜呢，主要呢就是非常的啊、有那个高纤维，然后呢非常简单易做，然后十分合适，就是家庭的时候有一种快靓正就煮呢道菜就最好。说了我都流口水，赶快来看一看啊，我们赶快来看一下。Hello， 大家好啊！咁今集嘅精彩靓汤咧，将会教大家整个鹿茸菇瑶柱蒸豆腐啊！即系听起身咧，呢道菜咧有鲜味啦，又健康啦，又高纤维喎！我要即刻叫汤师傅咧教点整先。不过咧，我哋卖关子，我哋先去买餸 ，Let's go！我哋今日咧嚟到湾区嘅一间华人超市睇一睇啲餸先。咁呢一间超市咧，鹿茸菇咧净系得一种。咁規格咧係8盎司227克，價錢咧就係$18.99嘅。咁常規買呢啲乾貨啦，就係睇下佢有冇蟲蛀。咁呢啲菇咧係唔係咧完完整整嘅？不過哇，呢度竟然寫住過期日係12月11日2020年，嚇咗我一跳喎！咁根據我嘅了解咧，如果一般嘅乾貨咧，佢包裝得好，存放嘅地方咧温度唔高，濕度比較低嘅話咧，咁佢嘅保存時間咧都會比較長嘅。但係畢竟咧，距離呢個日期咧都已經差唔多4年啦。咁如果你覺得唔安心嘅話咧，買乾貨嘅時候咧，記得要 check 清楚呢個出產嘅日期或者係過期嘅日期啦。好啦，白玉菇嘅價錢咧係$1.59一包，咁大多數嘅超市咧銷售嘅呢啲白玉菇咧都有獨立包裝嘅，咁大家揀嘅時候咧睇佢呢個外形圓圓潤潤嚇，均勻自然白，咁如果太白咧其實就唔係咁好。豆腐咧，相信我哋觀眾咧就已經買過好多啦，就唔多做介紹啦。咁我哋今次選嫩豆腐就可以啦噃。好啦，買唔送啦，咁我哋去揾湯師傅先。好啦，咁跟住咧就去揾湯師傅嚟煮我哋嘅餸先。哎，师傅好！你好 ，Yanny 你好。汤师傅资深厨师，超过40年嘅烹饪经验，曾喺广州白天鹅任职，三藩市湾区国粤菜酒楼担任主厨超过30年，煲汤点心各种粤菜真系冇嘢难到佢啊！好啦，嗱，观众朋友，我今次咧就同大家讲一个比较健康啲嘅菜啦，鹿茸菇、白玉菇、蒸豆腐，我哋要加埋瑶柱丝落去嘅。啊、真的香甜爽滑啦！我哋咧做法就是我哋用呢个系嫩豆腐啦，嫩豆腐咁佢好厚噶嘛，系咪？咁我哋将佢一开二啦，一开二铺喺碟底度。好啦，嗱，咁我哋咧嗱，我哋要将啲瑶柱我哋咧就系蒸淋咗嘅，蒸淋咗之后咧，我哋将佢撕碎佢。大概蒸一個鐘頭咁啦，蒸撕到一隻瑶柱絲咁樣啦，係咪？咪瑶柱絲咯，哇！真係靚曬啦。咁咧嗱，我哋就
我哋想去好食好味道，我哋將佢起一起鍋啲，兜一兜啲鹿茸菇同埋嗰啲白肉菇，落少少油。搵啲瑶柱落去兜兜香佢，兜出佢嘅香味出嚟先。咁我哋嚟将啲白肉菇、鹿茸菇啲放埋落去，咁我哋唔使落水噶喎，因为我啲白肉菇同埋啲鹿茸菇咧有少少水分噶啦已经，咁我哋咧嗱喺度咧就落少少盐啦。添咗啲鹽得噶啦喎，落啲糖啦，啊嗱，我哋將佢兜勻佢，兜到佢啲白肉菇軟身啦，嗱可以落少少蠔油啦，添咗啲豉油得噶啦，嗱咁我哋咧將佢呢度。炒到有啲香味出嚟啦，嗱咁我哋嗱將佢咧鋪喺豆腐面嗰度，我哋咧嗱猛火放佢落去蒸五分鐘，咁就食得噶啦。哇！師傅辛苦曬整呢個素菜，唔好客氣，我聞到真係隔離真係超香啊！特別是呢個瑤柱嘅，佢瑤柱炒過之後咧，佢香味係特別嘅。嗱，啲瑤柱蒸豆腐你試下先啦，你。而且我覺得師傅特別錫我哋，因為咧佢攞咗佢珍藏嘅靚瑤柱，咁大家喺鏡頭邊睇到咧，特別大碌㗎。嗱，你試下呢個鹿茸菇啊，鹿茸菇好食啊。好好好，係啦。啊，你而家你要用筷子食啊嘛，係嘛？哦，好。多謝，好試一試先。試下有冇食先啊？我咧決定攞呢個。豆腐咧夾不夠呢個菇，咁樣，仲有擺少少瑤柱，喺個頂嗰度。好鮮味喎，師傅。應該係呢個瑤柱嘅嗰個鮮味，因為佢蒸嗰陣時咧，啲汁咧落曬去啲豆腐嗰度，即係用軟豆腐，跟住佢咧就索曬啲汁，索索聲嘅喎。你應該係鹿茸菇啊，鹿茸菇索索聲，係好爽口啊。即係我哋呢個蒸菜咧就還原呢啲菜嘅健康，咁特別即係呢一道菜。咁多菌類咧，可以即係幫助大家咧呢個清呢個血糖啦，仲有高纖維嘅。嗱，個觀眾朋友咧，中意嘅話咧，記得翻去試試。而且呢個素噶，好啱我哋今個夏天。好清淡又簡單易做，食慣呢個油膩嘅嘢咧，試試呢個咧就非常之好啦。呢道鹿茸菇瑤柱蒸豆腐，聽上去咧好似有啲清淡，但係其實鮮味十足。哇！啲香味啊，遠遠都聞到啊！呢啲炒過嘅菌類同瑤柱為呢道菜喺色香味上面咧，真係加分唔少啦。咁作為一道操作簡單又唔花時間，而且又健康美味嘅家常菜，真係建議大家保留落嚟啊！咁喺邊度可以揾到？當然係我哋天下衛視喺 YouTube 嘅衣食住行頻道啦。我哋下次再見。我觉得这道菜凉凉的吃应该也会不错的、哦、那想要知道更多的这个制作过程，如果说你刚才忘记的话，只光看忘记怎么做的话，没有关系，可以到我们这个 YouTube 的官方频道当中呢再去收看这个精彩的这个制作过程跟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其实在这个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呢，真的会碰到像是霸凌的事情，或者是小孩子的理财的观念比较不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教育专家还有两位社工来一块关注一下如何预防孩子呢会变成一个霸凌的这个被害者或者是加害者，同时如何灌输给他们一些正确的金钱的概念。我想通俗啲用翻個例子，其實我哋中國人比較迷信，有時嚇，我哋相信外界嘅力量嚇，或者信仰係可以令到我哋避開某啲事啊。呢個都係預防其中一種，我拜邊一個宗教或者物體，你都可以咁講。而係原來再哦咁樣去可以啊，避免我個小朋友唔會身體病咗，使到咁樣我就傷心。其實每一件事其實都同一件事嚇，我講緊就係點樣去令到佢做呢件事，點樣去避開一件事。所以教育又好，預防工作好，甚至將來嘅介入工作好，全部都係一樣嘅，都係我哋都避免受傷害，咁整件事或者係叫減低佢受傷害。咁所以我哋成日都做預防功夫，點解好似又講唔覺眼？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就係，如果我已經避開咗，你自然見唔到呢件事發生。
當見唔到呢件事發生，你就覺得呢件事好似冇做過喎。佢哋冇根據整件事嘅情況，譬如話哦嗰時 covid， 我哋叫你打針啊，疫情嗰時打針，打針嗰時咧就可以避免你會染病嗰時會死啦。咁但係結果就係有啲人覺得哦，我做完之後又點咧？其實佢哋根本忽略咗你做咗好嘅預防工作，已經避開咗死亡。咁呢個我哋有時我哋會睇所有嘅服務或者嗰啲做嘅嘢，同埋現實世界你預防係每一個工序嘅99%嘅主要嘅部分嚟嘅，嚇你去避免嗰10%嘅危機。咁我哋如果係咁樣就係明白其實做預防工作係一個好艱巨嘅事，同埋一個長久嘅事。咁所以呢個我哋都會今次點解會咁重點講呢啲啦。我知道我哋頭先講咗 externalizing behaviour 啦，即係外面少少嘅行為啦。咁通常呢啲行為都係唔聽話啊，或者會惡少少啊，暴力少少噶啦。咁我知道你有少少 tips 想俾翻咁多位，點樣可以預防或者避免青少年會開始啊俾呢啲行為出嚟大家睇？一樣啦，其實預防係一個我哋未見到個畫面啊，所以個大畫面其實好難話俾大家聽。我哋要教大家去點樣去避免一件事，或者去到跳開咗呢件事。咁所以點樣去同你嘅小朋友有一個好嘅關係，同埋咧，因為否則嚟講，我帶唔到你去到嗰個位置，你要相信我，跟住我呢個方法，你就會兜開咗呢條路，避開呢件事啦。佢對方唔信你，你根本就唔會做到呢件事。咁所以我哋第一件事係你保持好一個良好嘅關係，佢先會聽到你嘅指引，然之後我哋一齊會共同去令到呢件事唔發生。呢個就係第一。我想第二點啦，又係非常重要嘅，就係點樣幫到我哋啲青少年或者我哋後生啲嘅仔女啦，點樣令到佢哋可以提升自己嘅社交上同埋感情上嘅心靈上嘅技能，非常非常重要。即係學識教青少年點樣 say no 啦，唔開心嗰陣時點樣適當咁表達出嚟啦。因為其實好老實講，我而家都30多歲人，我爸阿媽都未問過我唔開心嗰陣時點樣會減壓，或者唔開心嗰陣時點樣釋發出嚟嘅。咁我諗嗰啲對話係非常非常重要，同埋做翻個榜樣咯。如果自己唔開心嗰陣時，喺屋企會唔會亂咁發脾氣咧？會唔會或者夜晚可以飲少少酒解下壓咧？唔係話唔好，但係有冇做翻一個好嘅榜樣，話俾青少年聽？如果唔開心，如果咩，我哋係有啲啲途徑可以去發泄嘅咧。咁第三個就講點樣去改變嘅對方啦，唔單止青少年嘅價值觀嘅睇法。因為譬如我之前講過，無論霸凌又好，點樣使錢嘅方法都好，其實都係嗰、那個當事人佢覺得呢件事，我覺得咁係啱嘅，佢就會做。咁又同一時間，我哋係咪可以喺佢嘅價值觀上邊，因為咧價值觀影響佢嘅行為啦。咁譬如話佢如果佢覺得原來錢係可以唔使一定咁樣使法嘅，咁其實已經改變咗佢整個行為嘅嚟緊嘅情況。咁已經係好好地咁預防咗佢啲錢流向一個唔應該去嘅地方。類似咁樣，其實個改變就叫做更改或者調節佢嘅負面價值觀，其實已經係一個很好嘅預防嚟㗎啦。同你嗰個其實差唔多啦，就係點樣俾青少年知道釋放或者減開或者減少負面嘅感受咧，非常非常重要。都係嗰句啦，我咁大個人，冇一個人教過我唔開心嗰陣時，其實點樣可以釋放出嚟？聽落好似好簡單，或者個個都覺得識做啦，點樣會教咧？同埋好老實講，個個釋放或者解決唔開心嘅難題係唔同嘅，但係個重點就係點樣可以話到俾仔仔聽，教佢點樣揾佢自己嘅方向咧，同埋話俾佢聽側邊有好多關心佢同埋愛護佢嘅大人可以幫到佢嘅，教佢點樣可以尋求幫助，同埋講出嚟話俾人聽，我需要幫助。其實最尾嘅點就是老生常談啦，即係話其實任何情況，即係你會見到你，包括你自己可能感受到嗰個危機將會存在，所以第一件事你點樣主動去尋求人嘅幫助。有時聽人哋嘅意見或者甚至問人哋有咩可以解決或者避開嘅方法。其實我哋每個人去面臨危機之前咧，或者面臨緊危機咧，都會有相同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喺個情況就係專家嘅意見或者有經驗嘅人嘅意見同智慧，其實真係可以幫得到你。當然亦都最重要就係你必須要放下身段去接受大家嘅意見同埋跟住會做咯。好，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说您刚刚才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错过很多精彩的内容，没有关系，我们5:30到6:30呢，还会在我们这38.2台的平台当中呢，为大家重播。好，接下来这个哈梅娃要跟大家讲，孺子可教也，孺子可教也，孺子不可教也。这个故事呢，跟这个张良，也就是刘邦的谋士智囊团呢，有个很大的关联。这个张良呢，这个穿鞋子帮老头穿鞋，穿出了变成一代谋士。这整个故事是怎么样的？他跟这个孺子可教也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看看 Ken 他怎么告诉我们这个故事。
大家有冇聽過孺子可教呢？嗱，孺子可教呢個成語即係話一個人值得培養，又或者有培養嘅前途。但係孺子可教故事係點樣嘅咧？從前有個人叫張良，張良有一日就行下街散步，去到一條橋嗰度就見到一位老人家。那個老人家又左望右望，原來佢見到對鞋喺橋下邊喎。咁張良就行緊嘅時候咧，老人家就話：喂，後生仔過嚟，幫我執翻對鞋啊！張良就覺得哇咁冇禮貌嘅呢位老人家，不過又覺得佢咁老，幫一幫佢啦。咁就落咗喺橋下邊咧，執咗對鞋俾佢啦。執到佢面前，嗰位老人家不但止冇多謝佢咧，仲話：喂，後生仔，幫我著埋對鞋啊！哇，張良嗰下咧有少少著，但係就會覺得唉。我都執到對鞋啦，就唔好咁斤斤計較啦，幫佢著埋啦。咁老人家著咗對鞋之後咧，一句多謝都冇就走咗啦。咁張良就覺得，哇！這個老人家咁冇禮貌嘅，不過應該係有啲來歷嘅。咁呢位老人家之後咧，就回頭望一望張良，就話啦：後生仔，我覺得你性格唔錯，孺子可教，係值得我教導嘅一位人才。五日之後翻翻嚟呢一條橋，我就教導你一番啦。咁啊，張良咧就覺得啊，有高人指點都好喎。五日之後，咁啊，張良就去到條橋嗰度啦。咁一去到條橋嗰度咧，就見到呢一位老人家喺度。個老人家就話啦：同老人家約會，竟然比老人家似，唉，唔得，這個性格唔得，你翻去啦。五日之後再過嚟啦。又過咗五日啦。跟住之後，張良嗰日咧就決定一大朝早一起身刷個牙之後咧，就即刻過嚟條橋度啦。點知一去到條橋嗰度咧，呢位老人家又喺度喎。個老人家又講啦：，估唔到你都係仍然冇學精啊！你都係翻去啦，五日之後再過嚟啦。又過多五日啦，張良咧就決定啊，今次半夜就起身，未天光就摸黑咁樣去到橋上邊啦。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快過個老人。咁跟住之後咧，個老人家咧喺啱啱天光嘅時候就出現咗，見到張良就話：孺子可教，終於學精咗啦。跟住之後佢就喺個袋嗰度就拎咗一本《太公兵法》，就送咗俾張良，就同佢講啦：只要你好好鑽研呢一本書嘅話，你將來可能能夠成為帝王嘅老師添啊！咁啊，張良就多謝一番之後咧，真係好努力、好努力咁鑽研呢一本書。而最後尾咧，佢都成為劉邦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謀士同佢打江山，而呢個就係孺子可教嘅故事嘅由來啦。你覺得點樣樣？留言俾我哋，我哋下次再見，拜拜。好，這個古代人的時間真的比較多，這個老爺爺讓張良一等，就是五天五天這樣等，現在可能都沒有那麼多時間，三天已經很了不起了。好，接下來下一個單元，這個甘蔗又又要跟大家呢來談談這個運動一下，所以呢，剛才現在可以在電視機前面的你呢，趕快可以先站起來跟黃師傅一起做。今天做的這個動作呢，叫做旁旋合臂，它呢可以疏通這個筋骨，讓大家呢動一動，一塊動一動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黃偉儀 Tony Wong， 今天又跟大家分享前肢功法的旁旋合臂。旁旋合臂和旁旋開臂的、功效差不多，對關節、有問題的肩膊、手踭、手腕、手指，可以將它旋開，將關節舒緩它的痛楚。但是這個動作呢就向下旋的，就帶有一個旁徑，所以這個動作呢其實對頸肌有、興趣的朋友呢都很有幫助的。這個動作開頭呢，今天我和我的學生Tony一起，開頭那個動作呢個馬步就闊一點，可以將旁旋合臂那個動作呢就那個弧度呢就可以增加。我們開頭呢就在這邊用一隻腳，你只合就將個合埋嘅丹田，所以我哋叫旁旋合臂旋出去嗰、那個角度咧，我哋轉腰，但係唔好轉我哋嗰個 hip 推出去嗰陣時候，用個丹田喺個腳膝頭哥面前上邊內方向旋出去，一節一節咁將啲力由地下，經過個腰
個膊頭、手踭、手腕旋出去。如果啲朋友隻腳係可以受得到低馬步嘅，可以坐低一啲。如果個馬步唔係好強壯嘅，可以高一啲。嗱，轉完一邊又可以轉另外一邊。大約喺個鼻尖向中間經過丹田旋出去，所以我哋叫旁旋合鼻。我哋合嗰陣時咧，千祈唔可以就丟咗，仍然帶有一個膨勁。所以如果有朋友人哋擒拿你嗰陣時，你係可以用呢個膨勁去聽到對方嗰個勁路嘅方向嘅。嗱，我哋做兩方面嘅，喺個鼻尖向下旋。兩邊將個膊頭旋開，手踭、手腕、手尖，將啲關節一節一節咁旋開佢，可以增加我哋嘅血液運行。今日我哋嘅分享又完畢，我就叫我徒弟出嚟示範。收工，將啲氣帶翻入丹田。Okay, Tony, you want to demonstrate this one? 用只腳經過個腰，經過個膊頭，帶出去，收翻翻嚟，合臂，啲力係一個合勁，跟住旋出去，用個膨勁旋出去。就一鬆一緊，一開一合，是含住帶有太極嗰個原理。轉腰，轉腰嗰陣時嘅膝頭哥仍然係對翻只腳，所以個膝頭哥就唔會受傷啦。OK。各位朋友，今天我們的分享又完畢了，下一次呢我們會講斜琴捏法。斜琴捏法就是一個斜方向的琴拿的手法，是會增強腿部的那個運動，還有那個捏法呢，就是太極八法之中呢，那個捏是可以將胸由合開形成一個動作，可以將我們的血氣帶出去。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的，記住留意收睇。好，有機會的話，真的跟這個黃師傅了，真的好好的這樣多動一動，有益身體健康。時間呢也進行得差不多，今天節目差不多接近尾聲了，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說您錯過今天很多精彩內容的話，沒有關係，可以到我們 YouTube 的官方頻道當中呢，去這個收看精彩內容哦，包括像那個做菜單元，如果忘記怎麼做菜的話呢，沒有關係，看一下我們 YouTube 的這個官方頻道當中，就有這個精彩的這個製作過程，所以掃一下我旁邊的 QR Code， 就可以呢進入我們這個官方的 YouTube 頻道了。好，还有事情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呢不要忘记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8号这段期间，整个湾区都会有热浪侵袭，热浪来袭，温度会高达100度以上哦，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出门在外小心火烛，也不要在这个不合法的地方来燃放烟火，真的要非常小心。然后同时呢，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要补充一下这个水分，不要让自己中暑了。好，这就是呢跟大家稍微叮咛的，最后祝福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星期四再见，拜拜。